IMC 会继续寻找我们。我们生存的唯一机会是与安德森少校在离这里60公里处会合。我们要生存，就得懂得应变和适应。但是友方先锋级泰坦，这里是带球32，我们伤亡惨重，联盟反抗军的部队已经帮帮忙。那是 BT 吗？我们损失惨重。联盟已见到你上尉，我们需要些帮助。这个泰坦武器的设计很先进，对我们有战术上的优势。铁玉，我们可以用强力的装备锁定敌人，发射追踪导弹标记他们，这对战斗很有帮助。开启无障碍结门。警告，毒物已扩散至大厅，启动安全气压护毒装置。我正在攻击敌方泰坦。铁玉，我正在追踪你的位置，建议你寻找出口。警长，这是肯恩，艾尔迪跟反抗军的老朋友们，你们之间不过是沟通不良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管雄三号，地球反抗军舰队，我们死守着开垦设施。MC 有某种新式的机械兵，我们被困住了。高先接到友邦铁玉，我已在你的行进环境上侦测到反抗军友军，他们也许需要协助。以后还有援军，见笑了。警告。That was an improvement, but it's not hard to improve on garbage. Try it again. 我听说有些先锋级泰坦和 SRS 机密在击杀我的 IMC 援军。警告，三A区有猎兽尸体，请进入清除。真是不错啊，我的朋友。铁玉，小心行事。希望你比我上一次干掉的那个强。铁玉，我们的道路将在前方交汇。铁玉。流量调节门挡住我们通过这个设施的路了。开始想我附近应该有空是对你开枪射击，这会违反协议三。当我没说。地堡全部对。真高兴见到你，兄弟。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关闭烂泥流的控制器在下个房间里。你的抬头显示有标记。That was an improvement, but it's not hard to improve on garbage. Try it again. 协议二，坚守任务。命令是要继续特殊作业217，跟安德森少校会合。你可没被邀请来肯恩的派对，所以你得死。好好，真好，又一个落跑英雄，还带着一队 SRS 先锋级泰坦。哇哦，这才像话嘛！来场真刀真枪的对战吧！没误，让好戏上场吧！警告，侦测到基地中毒，爆发可行救援。本集碰到可能留下的毒热剂，它会伤害机身。不不，本来说结束才结束，不不不！I can't get a shot, this guy's too fast!